大家要影相留念噶啦。系好，好，跟住落嚟。好，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一个小小嘅致送纪念品嘅仪式嘅，咁咧一对新人咧就准备咗小小嘅礼物，就俾佢哋嘅最爱嘅亲友。我哋先有请阿 John 致送佢一份礼物，系俾 Miranda 嘅爸爸 ，sorry， 俾爸爸 ，sorry，I'm sorry， 系俾爸爸，请 Miranda 帮手，系，系影张相先啦。拍張照片吧，是的。好，接下來我們有請 Karina 致送一份記錄給她奶奶、媽媽。好，系哦，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份致送纪念品仪式，我哋有请触动辅导中心性教触动辅导中心性召家庭治疗总监程卓云姑娘嚟到台前致送一份纪念品。系，有请程姑娘。是最后一份的礼物，是不是还有什么礼物？是好啊，后面那些蓝色的袋在哪里？我有一份很特别的礼物给今天的、主礼各个帮手的人、是独一无二的，是我的画来的。这些作品呢、就是、不是我最貴的那些，是我最細張的那些，因為 我問過他們，他們說最重要是細張。第一張呢，我是會送給我們今次的、正道李廣華牧師，你請李廣森牧師 sorry 李廣森牧師。跟住係，全部攞嚟。麻煩全部攞過嚟啊！唔該曬。送埋個袋嘅。係唔好意思啊，因為落雨咧，我驚啲人咧攞咗張畫咧，唔知點樣處理佢。現在請李教授。你看李教授。就是傻家龍。哦。好勁啊，牧師啲戲。有請郭傳道。程姑娘，呢一批畫咧係我潛水嗰陣時影到啲相畫，用國畫嘅方法畫嘅。哇！藝術家。係，到我啦。Okay。